我的长沙吃喝日常。危险北碗罗罗子带我坐头等舱的，还有肯德基没有吃。北特今日份嗦粉，青椒柴骨肉配香菜牛肉的汤粉，这个是小料，我还泡了一杯冷萃茶。开吃，来打扰一下，我们这边点一下火吧。有请尊贵的客人点燃吉祥之火啊！然后下一个美女先来点一下。祝各位红红火火，鸿运当头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吃鱼头了，这个是我霸碗盖码饭最爱吃那个补辣椒炒肉，哇，那个补辣椒真绝了，跟榨菜一样入饭，呸，下饭。再试。好，谢谢。冲呀！菜扣味道完全不一样呢，好好吃。Day four， 今日份嗦粉，香菜牛肉拌粉，还点了一份黄瓜，马上喝完的芒果咕咕奶，喝果鸭鸭了，芒果雪乐，棒棒子。来超市买膨化食品，还买了这个生乳白桃奶，又来吃少福记了。看看 Day five， 来吃鲁哥饭店啦，空心菜、鱿鱼炒肉丝、冰镇杨梅、土豆角藕煎、咸蛋黄茄子，还有牛蛙。Day six， 7，哇，烤鲫鱼。Day eight。Day nine， 来吃么子啦！哦，四位女人们去拿调料了。Day ten， 来吃费大厨辣椒炒肉啦！听说他们家香煎鲫鱼很好吃，所以我才来吃这一家的。我倒是尝尝跟那天的夜宵有什么区别。哇哦，他们家这个柠檬茶也太大了吧！我的天哪！